对啊，你没有做嘛。不好意思，哎，那先做。好，非常好。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教方的弟子留言给你，他说他从小学的时候就是他的。请问这是哪一位？哪一位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对，高中生，好，谢谢支持。原来我的那个粉丝的这个年纪跨度这么大，他们是双胞胎，对，双胞胎，对，双胞胎是我们的大姐，他们三姐妹都很喜欢呢，谢谢，哇塞，哎，所以三个人都是同时出生吗？三姐妹，姐姐真奇妙。然后呢？他们是全部家人吗？对。然后他们是询问说，你最喜欢台湾的哪个地方？台湾的哪一个地方？我觉得应该是我的。人，台湾人，到底是地方还是人？地方啊，喜欢，我觉得喜欢的地方很多，但是比较有感情的，就是会触景生情的，就是自己曾经住过的那些小街小巷。对啊，我觉得我还蛮怀念那个家门口那个豆花店的，古早味，不是很老人家的感觉，不是喜欢热炒，就喜欢什么古早味的那个冰豆花之类的。算是吧。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讲的话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请李阳说下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。发挥主持人的功能啊。很幸运的又抽到三姐妹，哇塞！哇塞！他又再写了一次，说他从小学的时候，他要重抽一张是吗？好，这个我来念一下。今年过年看到丽阳一家人去旅游，怎么会想去辽国呢？近期还有想去哪里玩吗？辽国的话，因为吴哥嘛，这么伟大的一个遗址要看一下。然后另外也是就是很难得的一家人都聚在一起。然后我们有去老挝，然后去了柬埔寨，然后家人团聚一起过春节，在比较热带的地方，感觉还挺不错的。对，所以大家要经常跟家人聚聚，经常跟家人去旅行。还好。之后还有想要去哪个国家玩？之后下一个计划？下面的话还没有计划，就看吧。我其实觉得工作就是在旅行啊，我觉得这一次过来台湾就觉得在旅行，而且没有压力嘛，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压力，所以。Okay, 那我们现在就让丽阳好好的放松一下。啊、对，先请丽阳先回到那个这边的座位。可以先休息一下。这边的座位。我说这边干嘛感觉他在躲我。会进行的活动，好，对，我们就是会播放丽阳的歌曲的前奏，然后我们让现场的歌迷猜，举手抢答，然后猜对歌迷的那一组的歌。